图像摄影网红团队创始人郑浩老师在2017年全面推广，更新了以往婚纱拍摄模式，独树一帜的创意引领了三亚全球旅拍的摄影视觉潮流。水柔情万种，讲述大海的美丽传说，海的嫁衣将最柔美的线条勾勒，海的激情用浪花绽放最美的瞬间，美人鱼期待王子的呵护，那一吻情定今生。图像摄影万门开启了守护，水中演绎的优雅，出水芙蓉般迷人，让水珠串成项链，似隔着香烟缭绕。玫瑰花盛开的季节，永藏心底最深的爱。手中紧握着牵绳，你是我的风筝，放飞梦想，收回希望。喜欢捧你在手心呵护，生气时我有爱心包容。大小不等的比例，定格在二维画面里，摄影艺术的魅力，只有回味满满。花样女神总与花同放，醉意朦胧胧，静如仙子，动如精灵，飘一杆轻灵舞动的霓裳，美轮美奂，椰风轻吻，曼妙婀娜，三角梅的撞色之美，和谐温馨。眼如此美丽，烟花绚烂，夜空星星点点，飞萤起舞，青烟起雾，双重曝光美学感受是图像摄影的匠心之作。这一系列的拍摄手法，画面呈现的是幸福，客户的一致认可和欣赏成就了图像摄影，同时也迎来了大网红吴迪、刘一手、刘大美、蒙安夫妇。2017年，感谢你们的选择与推广。2018，郑浩老师带领图像摄影全面更新，带你走进图像思想拍摄基地岛屿，位于海南岛东南部，全境横穿北纬18度，与全球著名的夏威夷、马尔代夫、加勒比海等同于一个纬度，平均气温25.4度，思想面积10.2平方公里，全新的拍摄场地，多彩的拍摄技术，郑浩老师带领图像摄影正式进入2.0时代。2018，我们扬帆起航。